今天呢，我们要来特别来学唱歌，为了这个唤醒音乐季，所以呢，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来 rock， 欢迎大家一起来 rock and roll。我现在来教那个歌手一定要会的腹式呼吸法。就是上台可以唱两个小时，不累哦。对，那如果你不会这个呼吸法哦，不能肩膀稍现在软。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口诀啊，叫进厨房。嗯，进厨房的时候，那个热水，热水器滚，我们用嘴、牙齿吐气，吐很久，吐很久，对，那我们叫环吐，把气环吐。吐到干的时候，然后那个热水器关掉，这时阵就看到。小强照回去，惊一跳，啊，就惊吸气一个声，那种吹吸气，环吐即吸，环吐即吸，主要是要感觉咱的腹肚啊，伫咧吐气跟吸气的时阵，伊咧就是不是靠鼻子吸，是要嘴巴吸到丹田，对，就是我们的吸到丹田，横膈膜也在动，这样，就能压我的手，那庆功那个。我要像天一样高，一样高。我用力的时候，你刚刚我不多的少。哦，所以就是横膈膜的出来。啊，这就是人讲的单调。你可以再刚刚讲声唱出红红。现在我们可以试看看哦，三个音，三个音。啊，我可以要再吸气，一二三。啊。嘴可以唱我出来，海风吹来是梦苏苏，你有青春的辛苦，你是一个足水的女子啊！后来出来换气了，风的吹，换气，温风吹，青春的草黄花，海的烟。人的当你的他的山海南海下就像你海洋你的他的山不离海边我的心我的情全部献给你再录一次见面，然后虽然他都没有对准，不过我想这个歌很有摇滚精神，这画面可以讲，对不对？其实我起来也算是喜欢唱歌，就是喜欢听，我听声应该是很敢唱歌，但是唱歌你可以一次唱个三首四首，练练自己的感情，就是唱了三四首歌，你不会觉得累啊。其实那个日期肺活量的训练，其实就有变化。可以多唱几首，这样唱歌有助健康。谢谢大家，不要忘了9月30号唤醒音乐季，在其志格温暖啊，欢迎大家晚上6点到9点啊，唤醒音乐季，欢迎大家。